我现在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要走路是不是？这一款呢是一个生存游戏啊，那你它没有单机版，只有多人版，所以现在就是要现在就是要在这里面生存。那我可以打树吗？可以打树吗？不行啊，我的火把就要烧完了。170几秒后，我的火把就烧完了。噔噔噔，可以跳啊！我现在还在熟悉环境，这里面的韩国人好像很多。我可以跳，可以左右移动啊，前后左右。喂，还能干嘛？看一下，右键左键，不知道是干嘛。按一二，我拿出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拿出石头了。哦，有石头哎！现在一定要晚上吗？我一进来就要晚上吗？我先走到树旁边。我拿出我的石头，拿出我的石头。哦，我获得木头了！哇，我都获得木头了！哇啦，哇啦，哦！我获得木头了，好感动哦！哦，可是我的宝石度正在下降中啊！看来第一次 GG 离我不远了。我有木头了啊！可是我都没捡起来啊！木头它会捡到哪里？工具栏里面没有木头。它只说一个木头。两个木头，是一个木头。还有吗？它是什么东西？按右键。没有木头了。按右键要取得木头。这棵树已经没木头了。这棵树已经没木头了。那我去打石头好了。哦哟，我现在会打木头咯，我已经闻到 GG 的味道了。没错，很快就要被干掉了。这个是什么石头？这一颗是什么石头？哎呦，这个好神奇的石头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可以打吗？会不会爆炸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敲了两下什么都没发现。有一个人呢。你好，不要打我啊，我是无辜的。我现在还不会玩，旁边的石头可以敲吗？现在有啦，有画面了啊，慢慢白天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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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石头可以敲吗？石头敲石头。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很好啊。现在只能敲木头，我现在只会敲木头而已，而且我快饿死了，快被杀了。前面有什么？我现在有点饿，我的饱食度快要下降到1000以下了。木头都跑去生火把了，所以我火把变多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有一个东西不明生物可以奔跑吗？看一下有没有奔跑。我这次跟熊队打了，跟熊队打，我倒地了，You are die， 我马上就死了，死因没有，我被熊干掉了啊！看来人不能跟熊打。人不可能跟熊打，是不是？怎么办呢？这次有什么东西？我这次出生在一个小木屋上面。Open， 要怎么 Open？ 我连 Open 都不会。这个房间锁着，这是别人造的小木屋。来，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要体会一下游戏在干什么。这里是有什么？这个石头可以打吗？喂，都不行啊，都不知道打了干嘛的。我现在还不了解游戏在干什么，一点都不了解啊。跟熊打没有用，会死。没有武器，不要跟熊打。我有武器啊，我有石头，没看到吗？初体验嘛。我走到山边了。在山边呢。
噔噔噔，乱打，没错，成就一碗撑不过，哦哟，要跳下去，哇，我骨折了，我骨折了，哇，痛啊、哦，我骨折了，哦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啦，较爽的而已，喂、哎，这里跳不过去哦，我摔死了，现在再打 GG 的人就 ban 掉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有点洗版的嫌疑。哦，我现在我又被干掉了，再来一次啦！我摔死了啦，不行哦，不能跳下乱石阵哦，连乱石阵都不能跳，真的是哦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我只能敲敲木头哦，我只能拿出我的石头敲木头而已哦，好运，呜呼，有木头一个，木头两个。木头三个，我敲了木头，他说了五六个，到底都跑到哪里了？那里有人在打斗哎，哎呦，哦，在虐杀吗？我不要靠近他们，你不要来打我，我是无辜的，一堆人抱着石头，哦，刚刚有什么声音？好恐怖的声音哦，GG 是许版，好，我现在先 ban 掉一个人，让你们乖一点。ban 错人了，洗太快 ban 错人了。喂，喂，跟 ban 错的说声抱歉。我要用慢模式了啦，你们再这样洗吗？现在停止游戏，爱洗版就停止游戏，来。30秒慢模式，我刚才 ban 错一个人，跟那个人说声抱歉，你等一下就可以回复留言了，不要因此怨恨我。好啦，我刚才 ban 对了啦，好啦好啦，OK 了，喂，现在我要怎么玩？喂，特征，噔噔噔噔，按一，按一，按 O 按 I 都没有啊，你在骗嘛哈？你以为这是麦块哦？去打打树好了，噔噔噔！我现在除了火把，仙兵都没有，只有树可以砍而已哦。我只会打树，噔噔噔！先去那里啊，那里有一堆树木，木头要来干嘛？我也不晓得木头要来干嘛，看来有很多用途啊。哦，走过岩石阵。小石头，一堆人拿着小石头在打来打去。你看我打这个石头也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好了，没有用，小石头没有用啊，对不起，我还不会玩，现在还在实验，还在熟悉环境。喂，看看这个，我这，呜呼呼，有啊，打这个可以打木头，我还有急救包。可以恢复我的健康。哎呀，现在目前这一款游戏是杯阿法版的哟。哦喽，打开背包可以做东西，可是我目前没有背包啊。我要怎么打开我的背包？按键按一轮都没有，按键按一轮都没有，而且我好像按到了说话功能诶，按掉了。不咻，没有，没事。按 B 看看，按 B 没有，按 B 没有，没事发生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我砍的木材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刚才砍了一堆木材，哦，你看，我在这边砍木材。木材一，木材二，就是没发生什么。tape 吗？有哦，我有木材了。木材可以做什么？木材做成这个吗？它需要30个木材才能做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木板啊，或是萤火？哎呦，看来我需要再打一些木材啊！哦吼，来了，我会玩了，终于会玩了，终于会玩了！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生存了啊！趁白天赶快，哎呀嘿嘿，
趁白天赶快打打，快打快打！哎哎，现在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哦，26个了，我可以先做一个萤火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萤火，先制作一个萤火，叮叮叮，这样做好了。哎，萤火放在哪里？萤火在哪里？还在做，还在做啦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是在做的意思吗？还有9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，哦，这样就做出来是不是？噔噔噔，萤火完成了。你说什么？要先做斧头哦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不懂啊，没有图片说明吗？嗯，没有图片可以说明吗？之前的为什么有？那这个为什么没有？哦吼！小心饥饿度，我也想要。哎、欸，有人靠近我了。哎、欸，这棵树没有了，我再去打另外一棵树。呼呼呼呼，走，来打树啊！打动物拿食物，等等嘛。喂，哦，哎、欸、嘿，这款游戏，美金大概20块，美金20块是多少钱？600块。美金20块是600块，噔噔，哦，有点累个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蛮顺的。来啦，再看一下，我现在做出萤火，还可以做什么？诶，这个是什么？木门，这个嘞？木箱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袋子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睡觉的床。还有，这个是什么？小木屋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瓦斯罐？我都不晓得这是什么。哦，有了，这个要先做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说需要五个石头，五个石头，石头上哪找？啊、嗯，五个石头啊、嗯，再打一点。喂，五个石头，里面的都是活人啊，都是其他玩家。我现在加入的是官方伺服器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玩啊，可以带着我玩。嗯，我现在先去那个啦，先去打一些石头啦。石头真的打得下来吗？我现在走到这里，噔噔，呜呜呜呜，来到这里，啊，打石头，石头真的可以打吗？嗯，挖墙角，挖你的墙角。喂，有吗？有石头出来了吗？打了这么久，有石头吗？嗯，哦，哦，我现在没有什么值得失去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没有啊，打不出石头。嗯，我来看看，这个也需要石头。诶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用一张桌子，然后做出石头？这里有一个睡袋，睡袋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哦，萤火我已经做出来了。这个都要其他东西了。嗯，要找独立的石头，不是这个哦。这可怜哦，这个岩石不行打，要去找石头。我们要去找石头，为了做一个石斧。我一直端着这个石头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哦，一直端着它，嗯、我现在端着一颗石头，一直在这边走，端着石头、这里面有石头吗？这个可以踩吗？不行，草不能拔，这些草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哦，前面有东西吗？要打独立的石头，那边是不是独立的石头？我们去打打看好了，独立的石头。我的石头超强，好不好啊？你们有没有看过猎人啊？猎人的小杰和奇牙，他们会用什么念能力包覆这颗石头，所以用石头打石头，那颗石头就不会爆，你懂吗？我的石头就是用我的念能力包覆的，所以我的石头不会爆啊。了解了吗？需要我再解释一次吗？啊，有没有听懂？没有听懂，我可以再说一次，好不好？这颗石头可以打了吧？这颗是独立的石头吗？是吗？可是还是很大颗欸。欸，不会。哦哦。